请侯文采凤，侯文采凤，侯文采不在场，本案暂不予处理，请陈文呼喊不喊。主席，郑副院长，各位委员，大家午安。本院委员陈福海等25人，鉴于金门水资源长期不足，严重制约地区发展，水利署虽规划推动金门地区水资源整体开发计划，以96至98年度新十大建设、离岛地区供水改善计划为该等计划，除有经费不足、工期延宕等问题外，决定完成后仍无法满足该需求，请行政院配合金马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之期程，强化地区水资源之整体开发与管理能力，以建构充足的水资源供应能量，是否有大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福海。